今年五月的主打曲《火辣身材》一秒吸引眼球，她就是性感小野马泫雅，压轴登场，魅力无法挡，在棒球场开唱整齐排舞，瞬间变成个人演唱会。 人粉丝非常热情，欢呼声不断。南韩歌手泫雅受邀为中华职棒中信兄弟 K 歌主题日应援，成为第一位登上大巨蛋的 K-pop 歌手。3号晚上9点半，泫雅连唱5首歌。굉장히 오랜만에 왔는데요. 보고 싶었습니다. 짠다. 그리고 이렇게. 좋은 경기장에서 여러분들을 뵐 수 있게 되어서 정말 정말 영광이에요. 没有错，这回是泫雅继2022年来台演出后，暌违2年再度访台，让粉丝激动不已，气氛瞬间嗨到最高点。TVBS新闻吴俊贤、申凡台北采访报道。TVBS 大运动家，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，马上下载，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。